是不是什么星座观众朋友共同来关心的是嘉义市政府关怀热线，并又是特别来邀请到中华下江泽文化交流协会财团法人嘉义市私立福田福社会福利基金会和国际魔术师协会，伫咧17号的音乐是在东区的体育馆共同来举办2012魔幻我家资深晚会。嘉义市长吴敏奎是特别邀请到热线朋友共同来欣赏到魔术的演出，知名魔术师所带来歌调不断的华丽表演，也让现场是惊呼声连连。2012魔幻我家慈善晚会17号因晚在东区体育馆登场。晚会则无由来自各地台湾戏曲学院综艺团的京剧变脸甲开始播，搭配着各南岛的十支表演，包括双人软骨功在内，有真侪项拢是拍破人体极限的肢体动作，差在现场的气氛。台湾知名的魔术师赵伟成、简明轩接受带来相当精彩刺激的魔术秀，华丽的灯光效果结合着多变的音乐制造，表演者相当精彩，因此让现场的观众大家看甲惊呼声连连。嘉义市长吴敏奎嘛特别邀请着六十朋友共同欣赏演出，和表演活动现场加添温馨的气氛。除了讲有17号阴暗的诸神晚会，庆祝嘉义市新街30周年，在19号下晡，伫咧文化局音乐厅将有另外一场相当特别的魔术表演，包括最近这几冬来伫咧台湾和大陆拢相当受到欢迎，有当代上伟大魔术师秦河的刘谦，嘛将在文化局音乐厅现身演出，带来精彩的魔术表演。预料届时，佫将伫嘉义带起一阵的魔术旋风。最新新闻，张玉明、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